伙伴们，你们正在享受夏日呀。小伊森，怎么了？妈咪，妈妈，妈妈。哦，你想知道为什么几个月前还在下雪，而现在天气却又干又热？这是因为季节变化了。一共有四个季节，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特点。妈咪，妈妈，妈妈。你想知道有雪的季节叫什么吗？那是冬季。在冬季，天气很冷，会下雪。你们可以从山坡上乘雪橇滑下来，就像你说的那样。你们想知道冬季过后是什么季节吗？让我来给你们一些线索吧。有时候会下雨，但又比冬天暖和。妈咪，妈咪，妈咪的妈妈。是种树栽花最好的时候。小伊森，你说的没错，是春季，就是你们种树的时候。我猜你们应该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了吧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哈哈，没错，现在是夏季。夏季就是每年又干又热的时候。那么我们在夏季可以做什么呢？阿比罗妈咪。当然了，可以踢足球，就像今天一样。还有呢？阿米两万瓦。没错，夏天钓鱼也是很不错的。现在只剩下一个季节了，那就是秋季。在秋季，你可以在落叶堆里面玩。秋季也是收割庄稼的时候，也可以摘树莓和水果。好了，伙伴们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吧。我们从种树的季节开始吧。那是什么季节呢？小伊森真棒，是春季。春季之后就是我们现在的季节。夏季，很棒。然后是我们收获庄稼和在落叶堆里玩耍的季节。很好，那是秋季。接下来是下雪和过圣诞节的季节。哈哈，冬季，太棒了。现在你们可以回去继续玩耍了，好好享受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哈哈，没错，这愉快的夏日吧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咯。和迷你卡车学习。嗨，伊森，嗨，小伊森，你们的头饰好漂亮呀！是为万圣节准备的吗？那么你们今晚要做什么呢？游乐场有很多有趣的项目哟，要不要去坐摩天轮？还是去坐过山车？既然是万圣节，那我们去坐幽灵列车吧。啊，好，我就知道你们想去。幽灵列车实在太酷了，走吧，小伊森，没什么好怕的，很有意思的。啊，啊哈，太好了，你不会后悔的。伙伴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全体上车！哟呼！啊，小伊森，别害怕，有我们陪你呢。啊哈！嘿！出发了！哦，这是一片南瓜田。哦，小伊森，你看，没什么可怕的。天哪，三个南瓜灯，他们不会让我们过去的。快看，其中一个好像不太一样，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？没错，小伊森，这个南瓜灯带着一个领结。
小伊森，我说过会很有意思吧。哦哦，这里是一片墓地，好恐怖啊。门是关上的。哦，我们怎么过去呢？哦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只要把那些鬼魂叫醒就可以了。想要离开墓地，必须找到他们。小伊森，你能看见他们吗？这儿有一个鬼魂，另一个在这儿。伊森，你找不到最后一个鬼魂吗？哈哈，在这儿呢。嘿，他们其实也不坏嘛。哈哈，小伊森，看来你很喜欢幽灵列车嘛。伙伴们，最后一步了，我们要去探索鬼屋。小心哦，鬼屋里除了我们还有别的东西。简直是大冒险呀。怎么了小伊森，你还想再坐一次吗？你喜欢幽灵列车吗？那就快去吧。你呢伊森，想再坐一次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休息一下。朋友们，万圣节快乐，下次再见喽。呀嘿。和翻斗车伊森学习。嗨伊森，小伊森，你们好呀，你们在做什么呀？今天要玩跳板吗？呀嘿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你们想去找找跳板在哪儿吗？啊，好的。伊森，那是什么呀？是绿色的跳板。我们在跳板上跳些花样吧。哦哦，从伊森开始吧。哟啊，很好伊森，第一个动作很成功。现在小伊森上场吧。小伊森真不错。哟哟呼，再找找有没有其他跳板吧。那是什么呀？是一个橙色的跳板。伊森，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风格吧。哟呼，太棒了伊森。哟哟呼，小伊森该你了，你一定能行的。哇，小伊森太酷了。我们再找找其他颜色的跳板吧。这是什么呀？是一个蓝色的跳板。伊森，开始炫技吧。Up, you. 哦，太棒了伊森。该你啦，小伊森，你想试试吗？试一试没什么好害怕的。小伊森真棒，你的前空翻做得特别好。哇，这是红色的跳板，伊森开始吧。呀嘿，伊森你太酷了，真棒。小伊森该你啦，你一定要试一试哦，真的很有意思。太棒了小伊森，你太让我们惊讶了。你们今天的跳板动作都十分成功，同时也学会了好多种颜色呢。今天真是太有意思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